获得了一个 OK， 所以维修他就直接送我一个神奇的 WD 袋子，送修他就直接送我一个 WD 的袋子，虽然我买的是美光的，送修。送修，他说理论上就是直接换一个新的给我，然后就寄到我们家。他说这也是很少发生，因为我买的是 2T 的 SSD，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会故障。反正他就说他要换新的啦，那他也送我一个神奇的 WD 袋子。虽然我买的是美光的硬碟，结果他送我一个 WD 袋子，没关系啦，开心。